刚才短片中的内容就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但如果您以为这是我们维和生活的全部，那就错了。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维和生活的另一面。大家好，我叫徐阳，是中国首批维和直升机分队的飞行员。在参军入伍之前，对军人这个神圣的职业也充满了无尽的向往。这个向往源自于我们家里的一位老英雄，我的爷爷。爷爷19岁那年当兵入伍，加入了抗美援朝的大军，成为了一名最可爱的人。爷爷的战斗故事激励着我要成为一名军人，所以当我成为解放军飞行员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将自己的招飞录取通知书给了他。他拿到以后激动地说，好啊，太好了，以前我在战场上修铁路，总是遭遇敌人飞机的轰炸和偷袭，有时候你不得不看着自己的战友在你的怀中闭了眼咽了气，现在你去开飞机了，我再也不担心了。他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军旅人生，那就是前半生不犹豫，后半生不后悔。拿起了革命精神的接力棒，2017年8月19日，我和139名战友作为中国首批维和直升机分队的队员，奉命出征去执行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这是中国陆军航空兵第一次执行维和行动，能够有幸成为当中的一员，我感到使命重大，无上的光荣。我永远忘不了出征的那个晚上，我的母亲告诉我，去吧孩子，去执行任务，不要担心家里，要注意安全。走出国门的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爷爷。60年前，是不是也有那么一个晚上，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那一刻，我们有着共同的身份，中国军人。几天以后，我们来到了达尔富尔高原，位于非洲东北部的苏丹共和国。当我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色所惊呆了。出发之前，我也想过，在非洲，高温、缺水、破旧的楼房，四处是危险的生物，可真实展示在我面前的却什么都没有。我们的营区在一片荒土上，除了黄沙之外，只剩下几乎被烤熟了的空气，连一只昆虫都看不见。大家请看，这是我们营区现在的样子，也是大家心目中的维和营地。可在当初，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的战士一个螺丝钉一个螺丝钉的组建起来，营区里的每个角落都需要我们全体人员一步一个脚印地盖出来。非洲的烈日从来都不会停，每天平均接近40度的高温，有的战士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有的战士隔着衣服都被晒伤。一天晚上，我们的上士陈子龙同志打趣地说，哎，真想找头大象来给大家踩踩背。大家听着笑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然而繁重的工作量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挑战，如何去分配有限的水资源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每天早晚只供应1个小时，
为了减少出水量，我们将水压调到了最小。可以说，对生活用水的节约，我们已经精确到了每一滴。很多战士忙完了一天，全身是汗，但只有一周才洗得上一次澡。大家都说，来到了非洲，大伙儿都变成了一个臭男人。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们的战士没有一名退缩，没有一名后退，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打个比方，我们有两位负责接水管的战士，在6天时间里就完成了1300多根水管的加设，平均每天就要连接200多根水管。就是在这样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中，我们的营区仅用时1个多月就平地而起。后来我们还建起了自己的营区公路，还有自己的篮球场，可以邀请外国友人来参观中国的营地，打一场篮球赛。有时候我们飞行员还会研究研究怎么给战友理理发。我们还去参加联合国特派团的各种纪念活动，那成为了我们进一步走进联合国，更深入了解维和任务的重要窗口。我们也将中国特色的威风锣鼓和中式美食带给了他们，没想到这居然成为了特派团内部最炙手可热的娱乐节目。我们的印象中，飞行员应该是什么样子？帅气、酷、英雄、潇洒。可是当我们中国飞行员的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当地法西尔机场的时候，我们却遭受了极大的质疑。当地的工作人员拦住了我们进场的车队，跟我说 Hey bro, where are you from? We are Chinese peacekeeper. Sorry my friend, nobody tell me the Chinese will be there. Go back. Go. 就这样，我们的第一次飞行任务被取消了。当地人的冷漠，我一开始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可后来我才意识到，正是常年饱受战乱和贫苦的袭扰，才让他们产生了这种极度的不自信和极度的排外，而这正是我们中国军人出现在那的重要原因。我们要帮助他们重建和平，构建和平，维持和平，让他们重拾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心。可维持和平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3个词足以概括：紧张、危险、充满挑战。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紧急的救援任务，需要我们深入到交战双方最核心的区域。但是由于情况紧急，联合国并没有来得及协商双方进行停火，但我们的机组依然义无反顾地驾驶战鹰向任务区飞去。可到了那上空才发现，原来伤员所处的位置并不具备着陆条件，我们不得不把飞机驾驶到了另外一个相对平坦的地域。可那块地方正好处在双方交火线的边缘，耳边传来了隆隆的枪炮声，但我们的机组一直坚守阵地，直到联合国的救援部队把伤员送上飞机的那一刻，机长才拉起机头紧急撤离。正是这一次紧张危险的救援任务，为两名伤员抢到了宝贵的抢救时间，还有一次危险变成了近距离的心理拉锯战。那是一次常规的运输任务，我和廖维敏机长携带着2.5吨的补给物资飞向了一个名叫库图姆的难民营。和往常一样，我们准备着陆，可就在此时，难民营对面的山上出现了7台武装车辆，齐刷刷地将枪口对向了难民营。那个场景和战狼里的一模一样。我驾驶着战机
余光看见了妙计长，下到高度50，他突然说：“高度50米，那是一个当你面对敌人的时候，足以让你致命的距离。但我知道，那是在按程序，我们即将执行警卫驱离的行动。我们在难民营上空保持着50米的高度，实施着超低空盘旋，用自己飞机底下印刷的联合国标志和中国国旗，在告诉武装分子，这里是中国的军事航空分队在执行任务，请你们离开。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飞机上并没有携带任何的防御武器。原本平常普通的运输任务，变成了一场特殊的较量。1分钟，3分钟。武装分子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调转了车头，消失在了茫茫的沙漠中。如果说当地的武装分子对我们中国和联合国的维和力量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达尔富尔恶劣的天气对所有人来说都一视同仁。沙尘暴，直升机飞行员中的死神，但我们分队的罗灿机长碰巧就跟他来了一场生死较量。那原本是一个联合国药客运输任务，突然在法希尔市的北部扬起了铺天盖地的沙尘暴。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沙尘暴，就像世界末日一样排山倒海。罗灿机长他一边冷静地下达指挥口令，一边精准地操作直升机。在他身后是全体人员的生命安全，强大的对流天气颠簸着直升机上下的晃动，那种感觉就跟坐过山车一样。客舱里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眩晕、胸闷、恶心，而对于机组来说，那是脑部缺氧、意识变模糊、反应迟钝的先兆。但罗机长必须去争取那每一秒钟。4海里、3海里、2海里，着陆。就在沙尘淹没机场的一瞬间，我们的直升机成功的着陆。仅仅过了不到5秒钟，沙尘就吞没了直升机，所有人的生命得到了保障，大家紧张的面部表情又终于露出了轻松的微笑。在离开飞机以后，塞内加尔的士兵举起了大拇指，对着我们的机组高喊 Good China Good。我想那一刻就是对我们中国力量最有力的证明。如果说维和任务是我们140个兄弟的战斗，那么在这背后是140个家庭默默的支撑。我的室友张浩杰，一个年轻帅气的飞行员，在他床头不起眼的角落里贴了2张照片，一张是他与爱人穆玉杰的结婚照，另一张是一则名为《出征之前嫁给你》的新闻图片。在那个仪式上，他的爱人说，即使明天你就要出征，今天我也要先嫁给你。出征不到百天，他们可爱的娃就来到了这个世上。张浩杰看着自己的爱人和孩子的照片，笑呵呵地给自己来了一首打油诗：新婚百天即出征，出征百天娃出生。但在这首打油诗的背后，却是一个军人的义无反顾和一个军人家庭的默默奉献。从2017年的8月到2018年的9月，我们首批维和直升机分队圆满完成了特派团赋予的各项任务，安全飞行
800多个小时，900多个架次，完成了200余吨的物资的运输和5000多人的运送，成为了特派团内部最重要的快速反应和空中救援力量，成功在当地群众中树立起了中国军队和平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大家请看，这是一位名叫阿瑟的当地人送给我的礼物，而他就是当初那名质疑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我们返回国内之前，他对我说 Xu, Maybe we will never meet again, but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good memory be with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China. 谢谢你，谢谢你们，中国。结束任务返回国内，当我踏上故土的那一刻，恰逢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那是祖国的阳光。是的，我们回来了，我们一个不差的回来了。就在那一刻，我又想起了自己的爷爷。60年前的某一天，他是不是也像这样，和自己的战友一起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故土？所以，我把授予我的联合国和平勋章送给了他，跟他讲起了我自己的战斗故事，跟他分享新一代军人的荣耀和情怀。是的，我们中国军人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何时，都不会忘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必将焕发着新一代军人的时代特征。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使命必达。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誓死保卫祖国。敬礼。